春的呢？我们手边上哪一春的？没有，就是是不知道我们两号的四百四十八，姓什么？姓曾，曾哦，这个叫玉米须头哈、哦，多少钱？多少钱这个头？3000块。真的？你说真的吗？在哪里用？等我。等一下，一分钟，这怎么那么贵？妈妈，你自己要用还是妈妈帮你用的？妈妈帮我出。是什么特别原因吗？拿金牌还是考试第一名？一个是烫帅的。烫帅的。对。你现在几年级？5年级。那以后要不要念大学？以后要不要念大？以后要不要念大学？不是要不要念大学？要啊。一定要把大学。你们学校也有篮球队哦。跟那个南岸国小一样，是不是？是南岸国小的。你是南岸国小篮球队啊？对。有没有很强？很强，非常强。想不想进 NBA？ 非常想。那想办法高中保送到国外的学校去念书啊？很冷。被挖角，像那个日本有没有？美国大联盟是不是来台湾挖角高中？你是队长吗？我是，大概明，但是明年有可能是。那你这个，那现在我们在练英文，以后出国要留学的话要练英文了。现在把英文弄好。过英文。要学英文，以后出国去念 NBA 或者是美国学校，你就要会英文了，好不好？那个，你的太阳名字叫什么？瓦旦。吉诺。瓦旦吉诺。你可以站旁边。站旁边。今天是比赛日嘛，没有竞技哈。开心就好。快点，也是南岸国小吗？也是南岸国小。篮球队。对。篮球队是吧？对。那以后国中要读哪一间？不要动。以后国中读中华，我国中哦，不是篮球队，不是念精华吗？怎么叫？没有办法。什么中华？国中很多篮球的，就比如说中华。中华在哪里？哇，不是中华在哪里？伊朗。精华跟中华哪个比较强？精华家属中华一中。啊？精华家属中华一中。那你是头被篮球砸坏了吗？你怎么不要去精华？因为太远。叔叔在跟你讲 ，NBA 哪个远？美国。美国跟台北哪个远？美国。对啊，台北不远啊。那个是你有。记得哈，如果打能打甲组就打甲组，除非你没有啊，如果你打太强，你也打不上，你也上不了场。就是你去太强的学校你如果要受到良性的刺激嘛，你听得懂吗？听得懂。你不能因为要上场去比较，你不能因为想要上场，退到后面去，知道吗？你要遇强则强啊，不能遇强变弱啊。来讲一遍，遇强则强。遇强则强，遇强变弱。不是，遇强则强。遇强则强。啊，不是，应该讲遇强更强。遇强更强。懂不懂？那个才能突破嘛。突破。懂意思？懂不懂意思？懂哈。那个 Kobe 知不知道？知道啊。然后 Michael Jordan 知不知道？知道啊。还有谁？外国的名字？英国人。NBA 的。Curry 啊，那大胡子那个叫什么？哈德，The Melo Ball。对啊。我这个就是 The Melo Ball 鞋子。多少钱？2000多块。嗯嗯，你们家怎么那么有钱？爸爸做什么？开银行的吗？妈妈是开当铺的。那怎么那么有钱？你那个投就5000块，这个有2000块。那妈妈，宝宝很宠你喽。好，看这边。那我来问一些，等一下，你要不要念大学？有。一定要把大学读完才知道。那个全国国中甲组，1到3名是哪三间学校？甲组。1到3名，清华国中。对。对。信义国中。对。我忘记了。
要去打甲组的学校为泰雅争光。你看你要到台北啊，那人家以前知道那个谁叫什么国豪，高国豪，对啊，因为他去台北有名了 HBL， 大家都知道他是南澳的人啊，对不对？你要看这边，你要把泰雅的实力带到全国去啊，带到美国去嘛，带到美国去，懂哈？啊，那个卓一，卓腾，哎，我以前是不是有拍过姓卓的？以前我是不是有拍过姓卓的？等一下，你是碧后村哪一村？金月，我是。金月啊，哦，难怪姓卓哈。在看直播，他在录影啊。在录影，后面在做好在上传。我在上传 YouTube。对啊，你们常比赛，人家都丢网络啊，懂不懂？要习惯当大明星。后面那个会街舞，他也是篮球队吗？对啊。他也是啊。这边全部是，全部都是。哦，好，那个会被 B-box， 不会的 ，rap， 不会。好，那我来问一点泰雅语哈，等一下。五口高中，对，体育班的吗？什么专场？重场，那个一千五，爸妈都泰雅族吗？对，老家是哪一个村？坚实纳罗啊，坚实纳罗。哦，纳罗，爸妈都纳罗的吗？啊，对，爸妈没有，妈妈石磊啊，妈妈石磊，妈妈什么？石磊的。哦，石磊啊。石磊，现在啊？对，刚退潮，一个元气。很好啊，哎，你有没有去练那个 rap， 饶舌 rap？ 有啊，有，来一小段随便。哦，没有那个，随便一小段。什么法拉利什么那种的？法拉利哦，那个就背下来就好了。哇，没有背啦，没有背啦。是5月24号，礼拜五，现在是凌晨3点喽。然后今天是那个苏澳镇。也是南澳乡的那个，然后火车站前面的观音菩萨像哦，那这边是我大概用蚊帐睡觉的地方，那这个是公车停7点多才有车哦。那边是那个南澳火车站，哦，这边是南澳火车站哦，这是观音菩萨保佑我的 SPB， 那因为这边比较不会妨碍到人家哦。这是我那个蚊帐，现在3点了，等一下大概是3个小时。这边是该到了哈，我刚有洗衣服。